咱们还有一位男嘉宾要登场了，咱们赶紧掌声有请吧，有请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主持人。哎，你好。看我这人高马大的造型，瞅我这沉稳有力的步伐，我就是英俊潇洒的代名词。就瞅我这精力神，你能看出我今年已经60了吗？别人都说我活得自由自在，可是他们哪知道没有老伴的苦啊。十年的单身生活已经让我习惯了孤独，我向往爱情，可我又畏惧爱情，知道爱的选择给了我希望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我希望回去的路上是两个人。哎，叔叔，看你这么酷，是不是得找一个百依百顺的顺着你的才行啊？那倒不至于。那我看你这么酷，不会一言不合就跟人家吵起来啊？不可能，那绝对不可能。看着我很冷酷，但是我是暖男，如果你敢嫁给我，我就会给你幸福。这我就是说呀，怎么戴个墨镜怎么酷啊？戴眼镜干嘛呀？今天怎么戴着墨镜呢？啊，我那个就是外边这阳光吧，刺着我眼睛，我受不了。那您现场能摘吗？能摘，没什么可能摘。真面目多好啊，有缘没有缘，先来看眼缘。来，大哥，看选哪位上来和你谈一谈呢？这回再猜一下，能选谁？谈啥？你呢？选他。选他，选他，不可能，选你吧，他都高调。